听说了吗？青阳世子要来了。听说了，青阳世子跟牛一样壮，一生气可以扳倒一头大象。你几岁了？六岁。你这个好吃吗？哎，姑娘，在下青阳虎归尘，请问姑娘是？我叫凤舞。青阳世子远道而来，特设家宴款待世子。世子，家堂国主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年龄与你相仿，一直养在深宫，备受父亲的宠爱。郡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饿了吧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要不试试？有劳殿下。蚂蚁上树，水煮牛肉，虎皮青椒，还不错吧？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计划通。那给你生日礼物。郡主，送我的。自从来了南怀啊，都是你在照顾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谢了。是我应该谢谢你。也不知道那个家伙跟哪个女孩子去的。不行不行，启禀世子，有人给您留了一封信。我喜欢你。你在说什么？这烟花真好看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恭喜郡主，真的是如意郎君。